接通三项380伏电源，闭合机床总电路开关，点动主轴开，检验主轴的转向应为顺时针，确定主轴方向的正确性后，方可进行下面的加工作业。摇动手轮，松开家具前口，把亚克力工件放置到家具内部，左右放到家具的中间部位为最佳。下面必须要和台面紧贴，摇动手轮，加紧工件，开始进行抛光工作。先按动主轴开后，然后安东右移，将速度调至最佳。工件开始右移，并进行抛光加工。等工件完全右移过抛光盘后，可强行按动总停进行停止作业，或等工件完全右移到最后侧由电路自动控制停止。摇动手轮，松开家具，取出抛光工件。按动左移，移回到原位，准备下一个工件的抛光工作。精刀与粗刀，左侧刀具刀刃带有圆弧的为粗刀，右侧刀具刀刃平整的为精刀。精刀与粗刀的安装，粗刀安装在铝刀盘上靠外侧的刀架上，精刀安装在铝刀盘靠内侧的刀架上。刀具的调试，查看精刀持刀量，持刀量应在0.5毫米左右。松开主轴，锁紧螺栓，旋转主轴，调节手柄，使其上升或下降。使精刀持刀量达到0.5毫米左右。紧固主轴，锁紧螺栓，调节粗刀，使其比精刀低0.05毫米。查看精刀与粗刀持刀量，抛光效果一般靠调节精刀的角度来实现。精刀的角度由上下两个调节顶丝实现。刀具调试完毕，角度的调试方法，松开弧形家具两端紧固螺丝，转动弧形家具，使其角度旋转至与工件角度一致。
紧固家具，锁紧螺栓。前后家具靠近，使其角度一致。锁紧后家具螺栓。松开夹板螺丝，向后移动夹板，锁紧夹板螺丝，松开后家具固定螺丝，后家具向前推动，紧固后家具固定螺丝，角度调整完毕。